哭，有人已经救。谁的贴纸已经掉了？谁贴纸掉了？这里也有一个贴纸掉了。对啊，那他们要被谁夹？希望我的贴纸不会掉了。那你就贴在你头上。太好玩了吧！可以撕下来贴在别的地方，你就贴在手机壳里面。你获得了臂章，笑死！免费臂章，把它贴在里面，太赞了。这是手机的用途。